我们要玩天黑请闭眼。谁是法官？那我先来吧，我先来当法官吧。可以啊，说不定法官连谁杀谁都忘了。啊，红牌是好人啊，红牌是坏人，红牌是杀手。杀手？不是，重新发牌吧，重新发牌吧，因为他都问到红牌了，如果他没拿到红牌，我没有。我脑子不好使，你就让我问一问吧。快乐死我了！可以，来开始吧，主持吧，来。好，天黑请闭眼。我发誓我不是杀手，不带这样的。你发誓就不带发誓了，不带发誓了。哎呀，石子路啊！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早知道就少带点饮料了。昨天晚上我和李静姐验过了，这是杀手。昨天晚上就是天黑请闭眼。昨天晚上我还不认识你了。哎，还有游泳池呢！天哪，没有带泳衣。还有这么多楼梯，完了，箱子被我拉坏了，赢了，彻底赢了，赢了，离胜利不远了。哎，我现在会玩了。我要睡了，我要睡了，睡觉。我觉得大侄子困得不行了，大侄子要睡觉。睡觉。今天不算秀好吗？好吧，今天就热身。先卸一个下来，好，再去搬箱子。哈，没有人看得见我。呀，胜利了！我其实你是平民，应该挡刀，因为你说的太多了，而且说了很多东西，我觉得是有点故意的。这个时候还居然有新人来，我说我们这少一人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小姐。Hello， 这个点来，经理来。踩到了。天哪，我还以为就这么多人呢。我先上个洗手间，在里面。我们走不？太困了，走吧。好，撤吧。明天再说呗。你们闪了，我们回来。好吧，太晚了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啊，都走了。对，是的。他们累了，不是要跟你介绍一下？对呀、啊，他们是另外一栋的。明天早上见。明天早上见。都还没有来得及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，然后突然人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几个是住一起是吗？我们是住在这儿。我们五个人，还有一个王源。还有王源，但是已经困得不行，就是散架子了，他已经上去睡了。好的。哎，那你为什么来这么晚？因为我在拍戏。从剧组来的。在宁波。你是哪个房？咱是一个房间吗？我跟你住一起吧。早点歇吧，因为已经差不多10点了。歇着，我还不会整行李呢。